前一阵啊，台中警方伫咧网络巡逻，锁定伫咧汤圆有一个姓詹的查甫人，上网买大麻的剂，佮有种大麻的这工具，落尾佮真正伫因厝内查到119丛的大麻。这个查甫人是讲，伊是因为好奇，才会去买来研究种看卖的。专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警方摕到搜索票，来到汤市桃园区一位民宅，大家直接进入二楼的浴景。目睭看到的是几排的大麻。啊，你不是要吃？无啊，无你吃你袂，你袂做创啥物？是好奇就撞一下。你无做，你不做是创啥？你好奇，好奇其他比较紧啊。台中警方表示，日前执行网络巡逻，发现詹姓男子为网络顶端买种大麻的器具，马上组成专案小组长期搜证。二月初收网抓人，詹嫌自称对种花草有兴趣，因为好奇为网络顶端买大麻种子倒转来种，家己研究了后发现大麻生长需要大量的二氧化碳，竟然异想天开买洒水做水来压。当场啊，在詹贤自家的一个浴室啊，查扣到大麻的植株啊，119株啊，盆栽、洒水器、培养土、LED 灯，还有沙士等相关的证物。那我们全案啊，经过警巡后啊。依毒品犯罪防治条例来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原警慨叹，沾嫌认真钻研用唔到所在，当场查扣119株的大麻，也佮有盆栽、LED 灯、洒水等证物。因为大麻是公告列管第二级的毒品，专案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记者桃园台中报道。